现在是银浩宇中文课，今天我想你们看到我的中文生词，就是在我的是最最感惊的床，就是我的床，哒哒，这是我的生词，我跟我的姐姐在泰国，我们一起学。就是你看，一它是它不会汉字，它全都是拼音。二你看，有时候他把那个翻译他会写泰语，然后有时候他会写英文，比如这里第一个字偏僻，然后那个泰语我又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第二个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洗发水他就说了一个先铺一个英文，我觉得很搞笑。对，有时候他会写德语，他会四股语言，就是德语、泰语、英语和中文都会，现在所以他现在在他的想法就很乱，我的脑子很乱，真的很乱。